Distinguished delegates, 尊敬的代表、总干事、各位阁下以及各位与会代表，我非常荣幸啊，作为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在今天这里发言。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农业历史，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是我们土地的传统的所有者，他是我们最早的农民、渔民和林业管理者，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身上今天学到很多东西。我承认并且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包括参加本周会议的原住民，表示我的敬意。我赞赏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今年的会议上把重点放在水资源管理这个议题上。你们可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干旱的大陆，我们亲身体会到健全的水资源政策的价值，以便能够确保提供透明、可预测和可持续的使用和管理水这一生命的资源的可能性。我期待着在本周贡献和分享我们在推动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方面的经验。本届粮农大会给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聚聚一堂，共商农业面临的全球挑战。它使我们能够共同考虑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农业和粮食体系能够支持联合国2030年议程，并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粮食不安全的挑战和驱动因素，其变新冠的影响、生活成本的压力和冲突是众所周知的。虽然这些挑战是巨大的，但并不是不可克服。澳大利亚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不道德的入侵，这继续加剧了全球的粮食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方面的危机。我们呼吁俄罗斯立刻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并且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今天有方法提高农业产量和更可持续的生产粮农产品，这也为更积极的前景提供了基础。我对澳大利亚农民正在实施的创新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他们正在减少排放，建立韧性，并调整他们的做法，以实现长期的生产力增长，并确保全球粮食安全。虽然我们没有一刀切的方法，但澳大利亚的农民正在利用精准的化肥技术改进土壤管理方法，减少用水，并引入混合的技术来减少排放。他们正在采取实际的行动来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同时呢，也在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的农民正在起着表率的作用，我们的猪肉和红肉行业正在承诺分别在2025年和2030年实现碳中和生产，他们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愿意积极合作，承诺致力于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然而，澳大利亚依然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经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极端饥饿深感关切。如果我们要实现全球零饥饿，并应对不断恶化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我们是不能够孤军奋战的。因此，澳大利亚致力于与粮农组织合作，在国际上，包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和部署我们的可持续的气候智能型的一些做法和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继续支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抗击威胁生计和粮食安全的病虫害的蔓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原住民妇女和青年人在整个农业价值链中享有更大的包容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减少扭曲贸易和对环境有害的农业补贴，因为这些补贴破坏了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出口超过 70% 的农业生产大国，澳大利亚认识到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的价值，这对于支持一个稳定、高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要。随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增加，病虫害的爆发越来越普遍，干旱和洪水越来越频繁的影响的生产贸易，贸易和供应，并为农民提供宝贵的收入。我们需要努力使他们能够重新投资于持续的改进。最后，我赞扬粮农组织支持全球农业贸易方面的工作，并且通过其技术和规范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提供帮助。现在澳大利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愿意与国
暨社会和粮农组织进行合作，以实现粮农组织战略目标，更好的生产，更好的营养，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制定分享解决方案。谢谢。